Never Hello 九大 ，Hello 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好的，我们来听音乐吧。Hello 早葵姐姐 ，Hello 林国 ，Hello Yoshihiro。Hello Hello， 谢谢九蛋，谢谢九蛋，恭喜我第四部嘛。我昨天等到超晚的，我昨天就想说，那我等一下好了，我等他那个，我也想要见证满步的那一刻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就不小心太晚睡了，害我今天好想睡觉。嗨北极星，嗨七二四七二，那个紫色的狗，哎，为什么它变了？它变了，那个不一样。哦，那 Life 有更新哦。嗨，七月，嗨，何恩，何恩晚安。哎，何恩在碧旅是吗？对不对？我记得。Hello， 太郎 ，Hello， 又熬夜了，对的，那快睡着，我就有一点半梦半醒，我就。可是隔天很早起床，六点多要起床，就今天六点多要起床，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等，因为刚好今天是我同学的生日，然后我想说我过12点也要祝他生日快乐，然后我好不容易撑到了12点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看了谁的限动，还是我忘记是姐姐跟我讲说我快，就是我出现数字啊，还是怎样的。我忘记了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再等一下，可能快了。然后我就一直刷那个，我就一直看那个限动啊，然后什么 Discord， 谢谢人品君的星之冠，然后看什么时候会见证到满步的那一刻。然后结果我还是睡着了，我在十几分的时候睡着了，然后姐姐好像继续在看手机吧，然后我就睡觉。然后有点难睡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有点想看，但是我又有点想睡觉，我就睡，然后我也快睡着，然后姐姐就跟我说，看看，满步了，然后我就，好，然后她说，哈哈，满步了，其实我很想继续睡，但是我必须给她回应，我就说好，然后结果后来我的手机就那个咕咕就传讯息，就嘚嘚，然后我就整个就醒了，我就啊。然后就拿手机拿起来看，哦，满步了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很好笑哎，而且我是真的还蛮想睡觉的，因为这个礼拜上课都很累，我觉得很累，因为很早起床，我不喜欢很早起床。谢谢汉汉的星之冠，谢谢汉汉。我看一下，补一下留言。果然等到很晚，对，我在等。嗨，爸爸，亚斯，嗨，亚吼，亚吼是什么？安安林果，林果果。Hello， 安娜姐姐，安娜姐姐王子呢？你叫他来一下好不好？那个。他请姐姐传达的讯息我知道了。等到快睡了，哎，所以早葵姐姐也在等吗？嗨，西奥库玛，大家都在等，有事想问涵涵。有呀，其实阿贵吗？阿贵不是发了祭品文，谢谢阿贵呢。可是阿贵今天应该不在，阿贵好像出去玩了，对不对 ？Hello， 阿 Kira， 让改版了。我刚点进去那个城市的时候也稍微吓到，我想是我有没有点错，居然等到是对，改版之后勾勾不一样，颜色也不一样。谢谢小库玛的星之冠，还要上课也晚睡没问题。来就不得那个下课的时候睡，我绝对不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，应该吧？我就下课的时候。嗨，任平君，嗨子夏与嗨吉川，说件很重要的事。好的，任平君，请说。豆子，回饭店了，可以看。好的，何恩要把我分享给你的朋友吗？
女朋友不是要不要推坑朋友进 TTP 的坑。嗨，桃花哥 ，Hello， 嗨，天天，哎，天天也来了耶，哈哈哈哈哈，嗨，黄鱼。Hello 塔瓦哥 ，Hello 红 A，Hello 欧布，结果到一点多，你说对，是不是说了一个很神奇？对，结果没看到，谢谢爸爸恭喜我，小孩子撑不住，对啊，我就是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等，然后还是最后还是起来了，好像只是孩子为什么要逼他？姑姑对啊，姑姑也在 follow。姑姑也会收集我们的东西。嗨，切尔东，嗨，黑哥，嗨，台吃意，嗨，北原生推，什么是也来了？稀有动物，对啊，天天有点稀有哎，天天很少来，我觉得。哎、啊、嗨，阿贵 ，Hello Kate， 我们想说今天要那个寻人启事 Kate， 结果 Kate 竟然自己来了，我想说 Kate 会不会不来？结果来了耶！开心，嗨，夜雨苍城员工旅游，好玩吗？还是还没到？不是上飞机还是哪里？嗨，泰兰 ，Hello 李小龙 ，Hello 易凯，嗨小雨，好久不见，嗨，好久不见潘江，出差辛苦了，我们想念你叫我们了，想念我叫你们吗？真的吗？我们四天没见了，对，四天吧。如果 mini con， 对，人平均是不是没有来礼拜六的 mini con？ 涵涵什么时候要喊我的小帅哥？哦，好的，人平均小帅哥，好的，人平均小帅哥，还有王子哥哥，好的，我记起来。哎嗨，威尔森 ，Hello， 威尔森，威尔森，今天怎么这个有空呢？还是先偷偷看一下 ？Hello， 阿贵。嗨，微尘，谢谢威尔森的 sweet candy。嗨，草莓奖，我礼拜六有看到草莓奖哦，声音更像姐姐，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可能是同化了。Mina 说只能送给韩子，那真的假的？那为什么只能送给我心之冠吗？这是好事吧？这是好事。阿贵去越南出差，嗯。Hello， 鱼尾狮。当然的。Hello， 微庆。姐姐那么晚还在帮忙看到鼠干嘛？好，我会跟她说的，我会叫她好好吃药。呀吼！哦，呀吼！呀吼！呀吼！打招呼。哦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。Hello， 浩浩。谢谢小爱的玫瑰，恭喜满不，谢谢大家。这次为我喊喊，好的，期待。我好像没看过 Jack， 对不对？谢谢杨平均的一万个赞 ，Hello Kevin 先生，那个杨明山下智久，栗子竟然在咳嗽，栗子还没好啊，反应和预测的差不多，预测什么？预测了什么？礼拜六那天，我那一群，我有看到啊，我有看到你们那一群在一起，我有看到你们在这里对吧？在舞台前面，你们在这，对。可是安娜姐姐好远哦，安娜姐姐身边是不是没有认识的人？还是其实有？被威尔森推坑，握手会去找你哦。我知道，你有 po 限动对不对？那要小心哦。可能离家推路上不远咯，握手会我一定会把你们钓到手，所以剩一天填那个卷了对吧？大家快点填下去，谢谢威尔森送好多人那个我的卷。昨天开直播一边输序号一边预测韩寒的反应，哦，是哦，我昨天不小心点进去了，被何恩拉进坑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吧？我记得我看到你是那个礼拜啊，还是你礼拜就是西门町那天就发传单那一天先注意到我，然后再被何恩拉进坑，是这样子吗？
黑自由的方位在超远，我们我也没有看到汉汉，汉汉在那边对不对？后面，因为如果旁边的两边的话，我应该看得到。我在尽力不要被喊掉，请他会来找我握手吧。什么不学学掉粉丝？掉粉丝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这个谁都会啊。栗子的鼓励不是你们也被掉的不要不要的。嗨，正人，嗨 ，Hello， 正人。魏尔森早就推海海，有吧？有啊，应该有。有本事你就掉，潘长快来找我握手吧，会吧？田卷卷这是什么牌出啊？田握手卷。谢谢 Skyline 的玫瑰，好像是流刺王。可是我觉得我很久已经就是流刺王有点钝掉了，我需要最近再把它磨尖一点，不然勾不到东西。Hello 阿华，没有熟人的涵涵有看到我没有？可是我看你的限动，大概知道你在那个位置。我有很努力的往那个位置去看，你有看到我看吗？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对焦到你。可是我大概在你的位置，我很努力的往那边看，往那边比爱心，你有看到吗？谢谢潘奖的贵族玫瑰。喂喂涵，有草莓奖就在那里呀、啊。就在侧边的，有点偏中间，对吧？今天志涵姐妹的照片很可爱，是不是？这不是，绝对不是要给某人修罗场的，跟一家的照片也不是要给某人修罗场的，都不是。对，只是刚好在旁边的，让大家都进涵涵坑吗？之后有空好的，谢谢何恩。可是你们最近要会考，对不对？还是学业为重啦。对，如果你们。最近比较忙的话也是没关系。妮妮控有关注涵涵，爸爸有叫我对不对？我有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叫涵涵对不对？其实你们都叫的蛮大声，我都有听到。我只能看十五号的，好想看涵涵。为什么只能看十五号的？是因为十四号要上班吗？涵涵叫小帅哥是吧？好的，人品君小帅哥，还是你要叫小帅哥就还是要人品君小帅哥？我被投诉了，姐姐就昨天跟我说，这周末见的，好的。所以王子礼拜六会来哦。妮妮靠海表现得很好，可是我其实觉得表现的没有很好，因为如果我表现的很好的话，应该会引起一阵讨论吧。其实没有，那我是要再接再厉了。谢谢 AD 的新之光 ，Hello AD。Eddie 真的是隐藏的涵涵控哎、欸、，Hello 坤坤，这礼拜六在好后面哦，林果在柱子旁边对不对？你有看到我看你吗？我很认真，我看到你拿了好多扇子，好像那个去公园玩宝可梦，有没有看过一张照片？就是一个阿伯在玩宝可梦，然后他的脚踏车上这一整片都是手机吗？我怎么觉得林果礼拜六有那种既视感？就是很多扇子，上周没去啊，超久了。那下周会来吧？会吗？不是，这周。刚刚去咖啡厅下午茶啊，下午茶是甜的吗？好想吃哦。最近严重甜食缺乏，因为开学了。下周见就是握手哦，下次见就是握手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哎，可是我觉得。虽然爸爸说我跳错有点讨厌，没有了。虽然爸爸说我跳错有一点，就是公诸于世嘛。好了，我真的有跳错，但是这样表示爸爸好像还其实还蛮认真在看我表演的。但我应该开心吗？可是爸爸把我跳错公诸于世了。我今天很闲，可以陪你从头播到尾。好的，那我会一直 cue 你哦，你要接球哦。这次也会握，哈哈。哎，桃花哥赞助的吗？谢谢桃花哥，桃花哥也赞助了很多人握我嘛，还是你赞助很多人握姐姐？谢谢黑哥的荧光棒，天天不是在睡觉就是在厕所，为什么在厕所？还是在偷看直播，就是上班偷看直播吗？原来粉丝姑姑的部分，对，谢谢 Skyline 的。BBQ 小熊软糖 APP 哦 BBC BBQ 最近太想吃烤肉了，
哦，前几天，前几天还是昨天，忘记了。前几天姐姐在直播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她不是说我们在烤肉吗？其实我没有在烤肉，因为那天我已经洗完澡了，我就不想再出去烤了，所以是弟弟跟妹妹在烤。可是其实我也没有想很想吃烤肉了，对，我只是还好，就没有很想吃，我也不太敢吃他们烤，虽然我还是有吃啊，我再吃了两三块，对，我怕拉肚子，他们就在那边烤啊。我是在阳哦，对啊，你们怎么知道在哦？姐姐讲的是吗？在阳台煎肉，对，可是就煎那种乌骨牛小排吧，那个肉片，对，然后煎一下玩一下，然后弟弟就拿着那个，你们有看过一种煎台是一个台子，就是一个台子，对，就只是一个台子，它没有什么网子，就是一个台子，一个加热台。然后它会有一个盖子，它也可以焖东西、炒东西吧，对。然后弟弟就他很害怕，可是其实没有怎样，那个其实还蛮安全的。然后他就是我妹妹在烤，他就这样烤。然后弟弟就拿着那个盖子，他就这样，他就一直往后缩，他就啊，对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如果害怕，你就直接坐后面的椅子吧，这样没有比较好啊。他就一直抽筋，然后又硬要靠很近这样子。妹妹好贤惠，我都觉得她快把那个烤盘用坏了。我在上班没错，所以也是在厕所偷看直播吗？啊，那天有看到猫哦，我没有看到猫猫装哎，可是我有看到那个。你拿着寒是拿着吗？还是就是真的是吊着？我有看到寒喵在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对吧？然后这边是我的板板，印象中没错的话，反正我有看到寒喵就对了。这人机长，为什么要机长 ？Hello 520 ，Hello 朱莉恩，弟弟妹妹很辛苦，哪有？善后也不是他们在善后啊，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是大家太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的歌没有，不是帮我推广吗？有吗？不是有帮我推广，还是其实你是帮姐姐推广，给弟妹烤，然后拿给你吃。其实我实在不太敢吃，他们还要烤鸡肉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我妹妹的鸡肉熟的定义是外面看起来熟了，她把四面都煎过，然后中间是生的，然后把它放到烤好的盘子上。超黑暗料理的，超可怕的。我们那群都是韩航控，什么那群都是韩航控，明明就都是 Mina 控。我都看你们换 Mina 的桌布，可恶，生气，竟然都是 Mina。好了，你说你们那一坨是吗？我有跟威尔森挥到手，我有跟 Kevin 先生挥到手，我有跟反正你们真的都坐很近啦。啊，爸爸不是在他们更后面一点吗？对啊，我很努力在跟你们犯傻，因为天天每次都说他上厕所的时候，上厕所都有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厕所怎样？是没卫类似没卫生纸那种的吗？就是上厕所没卫生纸。感谢塔瓦哥哦，塔瓦哥也赞助小艾沃是吗？塔瓦哥人怎么那么好？谢谢塔瓦哥，谢谢大家捧场啊！我今天的刘海真的很可怕哎，我今天有绑辫子哎，看得出来吗？有发现吗？应该有。恭喜韩韩，不谢谢 Eddie。没关系，韩韩都是对的，我都是对的。这人坐我旁边，为什么是应该？公诸于世，对，公诸于世。哎，还有王子哥哥你好，王子狗狗雷猴啊，好久不见。有好久吗？
上次没有来，上次没有来，有姐姐有跟我说了，姐姐有稍微跟我说了，对，那你比较喜欢叫王子哥哥还是王子狗狗呢？还是其实都可以？我觉得要选一个叫，我要叫习惯。没办法，去礼拜六看涵涵也没看到波乐的爸爸，哦，我要看到波乐的爸爸，好好醒目。嗨，博翰，嗨，博弈。啊，礼拜六一定找不到啊！我是真的，真的找不到了。我是真的，我还没有看过 AD 啊。可是我要请姐姐阐述一下你长什么样子。可是她也是说的一样，就两个眼睛、一个鼻子、一个嘴巴、两个耳朵，我觉得很难呢。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 AD 啊！你握手会的时候稍微提醒我一下好吗？你可以一看到我就说 Hello， 我是隐藏的韩韩控，我就知道哦，你是 Eddie，Eddie，Des， 对，我在外面没办法看。好的好的，又在跟妈妈吃饭是吗？还是出去玩？是不是去现场都会被你找到？我也还没有看过 Kate， 我搞不好找得到，可是那天真的有一点看不清楚台上，不是台上。观众席，因为我们台上太亮了，我很努力在侧边，就是没有那么中间的时候寻找大家的身影，所以我就找到一些，很 sad， 笑死，把品寒扇的一把寒扇加上品方，好哦，这还蛮幽默的，可是到底是做给谁啊？是做给品寒的对吧？在后面看不清楚细节啊，就看到韩寒追打布丁，一家真的是太令人刺心了，很刺心耶，他竟然叫错，我觉得不行，我有稍微加法处理了一下啦，对，加法处理，宝可梦队很会找人，我很努力在找。有观察到韩寒有跳错，其实我记得我有跳错，但是我真的有点忘记我哪里跳错了。韩寒的扣是韩寒吗？韩寒的扣是韩寒是什么意思？地理文有很多考试，好的，我知道韩寒你有跟我说要加油。我之前也是地理好好玩，然后就是当最后一次的那个放松身心的。最后一次旅游这样子，就要开始认真读书了。对，要加油。虽然有时候很累，你可以一直吃东西没关系，我也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胖了两公斤。那天妈妈粉丝错觉，突然被韩寒甜到鱼头，真的吗？真的有吗？我是觉得我没有钓到新的粉丝，有点难过 ，little sad，a little sad， 应该还好吧。这礼拜六会加油的，对。虽然有被你听，有啊，你很大声呢。我记得好像似乎是我转过去要走的时候，听到你有叫我的名字。昨天我开声写不要修罗场。哦，你不是又开到了两张 Mina 吗？然后一张我是吗？我印象中，为什么爸爸永远开不到我？不然就是偶尔才开到。然后爸爸只要开到。Mina 就会说：“哦，要是 Mina 一定是神推。”哼，每次都讲究。哼，好像直播可能会掉到了，看到本人还掉，真的吗？真的有效吗？真的吗 ？Hello， 怀怀，会啊，潘强会来吼，没被掉到过。我有看到切尔西企鹅哎，切尔西企鹅在偏中间对不对？然后在西欧库马的上面吗？还是反正就在西欧库马的哪边呢、啊？西欧库马的左边，舞台的中间偏右边，不对，中间偏左边。哦，这个很难讲。就我发现，当 Kate 说。哦，真的、啊，所以 Kate 跟何恩原本也是认识的，是吗？
就是被鼓励掉的，不要不要那个安娜姐姐，你怎么被调走了呢？那安娜姐姐觉得我那天表现的怎么样？还 OK 吧？应该吧？我的左上方萝莉朗，我没有看过萝莉朗，我认不出来。可是我有认出七二四七二。嗨，阿贵，阿贵，你好好去玩啦。我今天准假，放你假，去玩吧，快点去玩，没问题，什么没问题？麻烦塔瓦哥，电脑喊也要喊，这次连你和爸爸的份一起喊 call。哦，塔瓦哥要来嘛，然后爸爸跟喜乐库玛没有，这礼拜没有要来，所以。塔瓦哥要帮忙喊是吗？那塔瓦哥，我期待你喊我的名字，不要喊那个莉莉哦。欸，我想问要怎么放 IG 在这个上面，还是其实你们也不会知道。我升学开到一张，你一张 Mina 哦，一张一张哦，我以为两张 Mina 嘞。怒什么他？对，生气应该是生气。大声喊的话，彩娟不要喊彩娟啦，彩娟怪怪的。虽然你们可以喊 J 星，对。十四号喊哦，我有看到林公子在我的左边的前面，就是最边边那个，对不对？我有听到你叫我。很累的时候，不是还是看喊？是啦，就是输呀，但是。你可以静静的看就好了。如果很累到连留言都有点哦，手指头也很累，就不能打讯息，你就可以静静的看。对，我不想成为焦点，啊，很常在右边，我也蛮常在左边的啊。涵涵几乎都在我们的右手边，你们的右手哦，你们的右手边是哪一边？其实我觉得都蛮平均的啦，就是一首歌中间如果哦，你们对你们可以弹喊喊，对喊喊喊，喊喊喊，对。但是你们说我是憨憨，现在连成员都叫我憨憨了，就你们的错，可恶！憨憨扣一不小心就被扣憨憨了是吗？憨憨，憨憨。超级之卡哇伊，憨憨，没事，被盗。好想见你那边跳槽，哎，是好想见你吗？哪里呀？我记得我好像绿草地最后的时候，就是要聚集起来的时候，我不小心跳成了挥手了，就记得这个。加法处理，一加被处理了吗？没有，对一加很好。我怕阿贵跑来找我算账，对。因为你跟布丁都很可爱，也不是这样子啦，但也不能认错吧？我们差那么多。坐在 Kevin 右边，右边是哪边 ？Kevin 右边，卫生前面。好吧，戴眼镜吗？有戴眼镜吗？有吧，有戴眼镜吗？应该有吧，印象中。不过那天都在看，真的吗？可是我有给安娜姐姐犯傻，安娜姐姐有看到吗？有吧，我是对着那一区犯傻，其实我有点找不到。对，嗨布丁，我不是布丁，看布丁哦，没事。隐藏的还很空，还有不醒目，你不醒目吗？啊，不就还好，你没有一直举着 Mina 的扇扇。我还是对那个 Mina 集团耿耿于怀 ，Mina 桌布集团，我吗？什么我吗？我刚讲了什么啊？哦，我需要吃银杏。可是银杏不好吃，好没事，我一定不会说我是银城。那你要怎么说？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啊，
你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你就说 “Hello， 韩寒，我是隐藏的韩寒”，不然你说你是隐藏的莉莉控嘛，我就会知道了。帅呀、啊，阿迪达斯，阿迪达斯，什么阿迪达斯？那你，哦，谢谢阿基拉的金之冠，金之冠，阿基拉也在这边对不对？也在我的左边，我的左边对不对？然后中间，稍微中间偏中间后排对不对？印象中啦，对吧？我有记错吗？然后 AB Fly 我记得在那个这边是哪边呢、啊？哦、啊，我刚刚讲错了吗？这边是左边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是左边。阿 K 在这边，然后 AB Fly 在这边的中间，印象中。然后帅远也在这边对不对？哦，左右不分了。有人说我这个假外国人跟，哎、欸，还蛮像的国旭，这个。好，没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快乐爸就在我的正前方，所以找葵姐姐其实还蛮前面的，对。Hello， 亚马卡，亚马卡 ，Hi， 亚马卡，数字君。威尔森有没有很哦？威尔森在上班。小葵姐姐有没有很开心？我跟林一有对视，有发现这件事吗？还是其实你们没有 care 到？就是那个闪亮的幸运的时候，我们有对视，你们是不是没有注意到？好吧，那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好，没关系。有看到啊，这发型好看，真的好。我以为没有人发现，因为我一直这样子，我想说没有人发现我的那个辫子。没有，就是每次有事找他，哦，就是有点那个与那个跟就是我要去洗澡的好人卡有点雷同，对不对？到处送爱心，我绝对不是花心哦。有做海韩版啊，但太难拿了。我好像看到你拿柯基的吧，有对不对？还有看到我有啊，在这边左边的前面。小朋友不懂烤鸡腿，其实对他们都只烤外面。Hello， 哈密瓜，美容，那一坨，妹妹切出的一件。快速奶奶完全没有熟好不好，听起来很可怕。鸡肉没熟，我不敢吃他们的鸡肉，牛肉还行，但我不敢。我应该没有那样做过啦，应该吧，我毕竟很贤惠。对，很贤惠。嗨小精灵 ,Hello! 茄子的亲友小丽而已，神推 ,Hello Apple!Hello， 李杰伦，你有看到什么？礼拜六没带扇子，我没有看到骷髅哎，骷髅在哪边啊？可是你是不是很卖力在喊杰星有吗？有喊到我吗？喊韩大合照的时候，眼睛有在发光。我是怕说我真的不小心有点张太大了，我是怕说我拍出来的照片会讲这样，所以我有点努力在张大，可是有点张太大了。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笑，然后我妈就说我那时候找了你很久，然后结果后来才发现那个是你，就是我已经有点奇怪到连自己的妈妈都认不出来了，连自己的妈妈都认不出我来了。对，我该检讨了。我这礼拜不会长那么大，超尴尬，不小心长太大了。对 ，Hello 鸡尾包，然后有听到意思哦，那是你喊的、哦。杰星要长高，不要这样子。
我带了四个韩的英文尾，不会，永远不嫌多，不嫌少，永远不嫌多。韩韩应援物永远不嫌多，大家快点效仿七二四企鹅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典范，快点！那有看到我？有，魏尔森有认真在看吗？有人在看我表演吗？还是你其实都在看雷吉，对吧？因为雷吉在这，然后我在这，你是不是都看雷吉看得很开心？有看到我吧？有吧？我很努力在跳，我做安排。等一下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。其实我不知道I 牌是哪一牌，我也不知道 O 牌是哪一牌，有点小尴尬。我只知道中间旁边，中间左边右边。啊，你好 ，Hello， 少凯，贤惠，不要问例子，问我就好。对，还很贤惠，还缺老公吗？没有啊，爸爸你可以，爸爸贤惠吗？如果爸爸贤惠的话，我就不贤惠了，我就要当那个很懒的、很懒的老婆，都在睡觉。贤惠 ，Hi Tom， 不，谢谢 Tom 的分享。Hi 子阳，哦，我真的超崩溃的，就是我刘海弄完，对我刘海弄完，然后。跳完游泳之前，第一次甩头就乱，真的很令人感到尴尬。我又是视刘海为生命的人，你们有发现我到后面完全不在意我的刘海了吗？然后我的汗还要滴到眼睛，然后在自介的时候，他们在自介的时候，我还要假装镇定的把汗抹掉，它已经快滴到眼睛了，你还知道吗？汗就一直在流，我觉得应该是全场最湿，就整个都是流汗，然后那个刘海都超惨的，我觉得无法接受，希望你们不会因此而掉粉，连妈妈都认不出来，对，第一眼就看到韩寒了，真的、啊，我一开始哦。有在背影的时候就找到我吗？咪咪眼很可爱，不行，我不能咪咪眼啊，每次都咪咪眼就没有眼睛，就这样。对 ，Hello， 阿贝桑的帝国军，阿贝桑帝国军的幻影战士，怎么越来越长了名字？嗨，本丸妹子，要不要改开区回来？嗯。我再想想好了，其实我有点不知道那个开去回来时要想什么。好，这件事需要再商量。那我想想看之后，我还要跟你们讲。对，有啊，哥哥，哦，有这个其实是，我也是那天也是妈妈在喊喊哭，真的吗？小苦马帮我监督威尔森是吗？看你打麻油屁股打得很用力，没有，是麻油先的，是他先的。可是其实麻油的屁屁也很软，对，很好打。荔枝壳很大声，好的，荔枝多喝水。隔壁荔枝喝水水。好，韩妮姐好像咳得有点严重。憨很视力一哭子，多少视力？600多700，怎么有一个超人气主播是谁送的？韩寒请救命吧！我为什么？你姐不是说好一点？他可能就是一阵一阵的，我会逼他吃药的。为什么？哦，原来是哥哥 call， 就是哈，对，我有听到了，你们喊很大声，谢谢。第二首刘海就崩了。你们知道我那时候边跳心情很复杂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拨我的刘海，可是我又长得很丑，希望你们看到我不要掉粉，我真的有点崩溃。你们知道我每一首跳完啊，然后就赶快冲进去请那个，就是那个发型师，赶快帮我，拜托救我，然后他就哇你怎么那么湿啊，
他就帮我吹一吹，然后每跳完一首，我就那个以百米赛跑、千米赛跑的速度跑过去。拍了很多韩寒的额头，可以不要吗？因为他越来越母汤，我一直很想要美美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看那个瑞吉啊，他在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他刘海这个超完美的，他的刘海就没有动啊。然后我就那样，我真的是，我那时候是真的有想说算了，就算了吧，乱就乱吧。而且我的汗是真的湿到一个就是滴下来，你没有看到我在擦汗吗？好像在擦眼泪，因为它滴下来快滴到眼睛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，然后还滴到下巴，真的超尴尬的。我这次还逼你吃药，好的。咦，恭喜夜风明月成功集齐碎片，什么碎片啊？1999浪花的爱的小熊，恭喜恭喜！什么碎片？原来韩寒摸过麻油的屁屁，不是被麻油摸屁屁蛋要摸回去啊，被吃豆腐要吃回去，心情复杂。为什么心情复杂？哦，是我心情复杂吗？我那时候是真的没有打算要再刮我的刘海，就是我觉得哦，就算了吧，他爱怎样就怎样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管了。因为七七和羽毛都有在直播中讨论新的开剧回来。好的，那可是我有点想不到我要什么开剧回来。嗨，艾文。真的罐罐的奇迹相聚啊！麻油偷摸韩寒屁屁，麻油摸不止一次，绿草地的时候一直摸，然后我又摸回去，对，应该是绿草地摸最多次。没关系，不用觉得难过，我也吃回去豆腐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绝对不会吃亏的。原来我上班时间大家都爆料，还好啦，还好，我们那一坨都哈哈哈的。大声好了，我真的有听到你们喊喊喊。要不要示范一下 catchphrase 可以拿去给别人的？是你们要不要当我的哥哥的那个 catchphrase 吗？我不贤惠，我可以啊！爸爸，我超贤惠的。你们知道全家的衣服都是我在缝的吗？哎，好像讲过嘛。哎哎，燕君多，不好笑。你们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见面会的时候在想要不要愿君多采集，可是这样又有点尴尬，就是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就愿君多，所以就没有。对，那你就是后宫三千，旁边的栗子还在咳。对啊，不会啊，快点，一直在整理刘海，结果还是散开，就觉得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爱，我的额头直接见光耶。其实我没有整理很多次刘海，我就稍微拨一下这样子，可是整个湿了，我就我是不是最湿的？你们看这样，我是不是整个最汗流浃背的？喜欢刘海乱掉的韩寒，不，我觉得不行。看你前辈刘海小事，我前辈是指那个吗？大家吗？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台上保持的还蛮完美的。对，然后就我这么丑还会流汗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么会流汗。我国小其实都不太流汗的，就是热都是就是感觉热身体里面就是不会流汗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始跳舞之后就很会流汗了。对，我超会流汗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根本就是用倒的。但真的韩寒最好看，可是很丑耶，刘海很丑，好想看香汗淋漓的韩寒。我觉得阿贵看的可能就转推一家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把我自己搞得那么狼狈，有看到刘海整个乱掉，我是真的。
那时候已经绝望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已经预测到我跳完长怎样了。哦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其实是第一次穿高跟鞋跳，然后就很不稳哎，超不稳的，我每次都怕跌倒，超怕跌倒。然后那个 TTP Festival， 他要用鞋跟撑把对吧？就是要这样子跳起来，对，要鞋跟撑。然后我每次都一直滑掉，滑掉，滑掉，真的超怕我会摔死的，真的很可怕哎。哎呀，我有听到骷髅喊一声吧，大家都在笑啊。谢谢林果的 Sweet Candy， 今天好多人送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荔枝一直咳嗽，荔枝要去喝水摔了。荔枝要去装水摔。装啊，装水就不是一样。还是刘海是很可爱，我真的觉得不行哎。谢谢林果的 Sweet Candy， Sweet Candy， Sweet Candy。哎，所以丸子，安娜姐姐，你们知道丸子礼拜六会来吗？因为他说下礼拜六见哎，すごい，他说下礼拜六见哎。会吗？荔枝要去，可以帮忙我装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说叫涵涵吗？我非常确定是你的声音，非常确定。对，就真的是在我要走进后面后台的时候，就突然听到涵涵。就是用八八式的喊喊，就是我先想看他怎么模仿喊喊，嗯，就是八八的声音嘛，我绝对不会认错，对，我绝对不会认错。Hello 发大客 ，Hello 阳光男孩，王子会来哦，真的假的？会带到握手会，哇！那你们要带王子出去玩哦，我可以推荐你们一些好吃的地方，带王子去踩点，快点。王子，所以王子是什么时候要来啊？我以为他是握手会才会来，原来 mini con 就来了哟。是的，我喉咙到今天还是蛮痛的。你不是谢谢塔瓦哥吗？还是 Eddie 的那个八仙果，是谁的八仙果忘记了。好了，真是辛苦你们了。Sky， 不知道他有没有要来台南玩？台南也可以哦。台南就是你跟爸爸可以带他去玩。旭旭跟爸爸，可是国旭最近不是都在忙要考试吗？准备考试，是给是给，不是我的，我这礼拜才回去。哎，那是谁的？最近早晚温差大，对，而且最近还会下雨，大家要记得穿外套哦。嗯，可是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凉凉的天气。这礼拜任期，礼拜五放假，这礼拜五放假，但是我学的很不正统，为什么？最近学很多，对，是个，对，困难你可爱什么？我看不懂，哦，我之前。就是我后来突然想到那个啊，太郎的日文就是太郎嘛，知道我怎么记得吗？妈妈太郎上，妈妈太郎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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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对不起，刘海乱掉了。好，就是我记得，就是最近突然想起来这一首歌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太郎，我本来有点。觉得太郎有点难记，可是我后来就想到摸摸太郎上，
然后我就想起来了，我知道这首歌，这首歌应该蛮多人知道的吧，就是那个啊，舞蹈太郎是该有一点 man， 最近学了很多子供のすげえじゃちょっと可愛い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其实不认识我本人，我知道这人长怎样，我知道啊，你不是有发过自拍吗？而且我其实还看过蛮多次，安娜姐姐也还蛮常发你们的照片，其实都记得。希望赶快冬天。我觉得我有一点矛盾，就是好，我就是喜欢秋天了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秋天，我喜欢那个。我喜欢微微凉凉的，然后不要太热，但也不要太冷。对，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秋天的吧？有人喜欢夏天吗？我超不喜欢夏天的，因为会晒黑。我觉得晒黑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因为我花了很久的时间美白，然后结果晒黑其实只是一下子的事情。我这17度哦，我觉得17度其实也蛮不错的，可是有一点冷啦，微微冷。我觉得18度是最刚好的，对，我最喜欢的温度。好，我刚找了一下数字，好的，完美。我喜欢夏，真的假的？可是夏天真的阿志颖，18度最刚好，18度，冷气18度，通常不是28吗？人在开18度的吗？24、26差不多吧。我努力学中文，想要跟韩寒谈谈。我也努力学日文，想要跟你谈谈。日本語勉強します。大学宿舍18度不会太冷吗？夏天最讨厌就是不喜欢，对，我真的很讨厌啊！你们是不是在吹电？我在吹电扇，因为今天没有开冷气，所以就吹电扇。其实我现在超热的，我跟姐姐完全是不同地区的代表。姐姐应该是南极地区的代表，我应该是赤道地区的代表。我每次都觉得很热，然后姐姐都觉得很冷。18度对韩，对，我比较怕热，我比较不怕冷，对。那么爱发合照也没谁了，什么 ？O N， 安娜姐姐带我们飞。我是说发合照，所以这样子是吗？我很喜欢秋天，秋天是学生哦，对，秋天是开学。可是我其实不喜欢开学，我只喜欢秋天。桃太郎，什么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？说桃太郎吗？去握手会不自介测试一下。哦，我之前也有看过那个赵葵姐姐的生日。就上次不小心遇到的时候，我喜欢冬天，大概是因为我生日在冬天。为什么？可是我生日其实是在春天夏天，可是我还是讨厌夏天。对，因为很热。那爸爸喜欢夏天吗？还好我的 IG 只有大一的照片。我有差很多吗？哦，
好痒哦！我的头发一直这样烧到我的鼻子，然后我又不能不吹电扇，我一定会很冷。但是，一吹头发就会一直烧到我的鼻子，就很痒。我决定把它固定好了。现在比较喜欢冬天，对，不唱么么哒了。不是么么哒了啥吗？自拍的话，我的头贴也是。为什么我刚刚明明把电扇拉起来了，它还会转呢？可爱。好的，自拍的话，我的头贴也是。哦，我没有点过 Kate 的头贴。哎，上次是这个头贴吗？是吗？我怎么记得上次不是这个头贴？但我应该认得出来啊，一定没看过我的照片。我没有看过你的照片，可是我看过你的真人。真的都记得吗？我不带名牌。阿贵，你需要带名牌吗？虽然我没见过，但是其实我是认得出来的。不要小看我，淘汰了啦。哎，我刚刚说什么？翻译是该是这么可爱的台词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讲什么？哦，我刚刚讲不淘汰了，对不对？尴尬咯，超尴尬的耶。我终于发现了，妈妈抬了伞。哎，可是我刚刚想的的确是从桃子里面跑出来的那个小孩耶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联想到捕岛太郎，明明就是摸摸塔罗上。好，对不起，意思是不用带的意思，但是一家不认得我。一家为什么不认得 ？Why？ 他去搜寻周佳宇名字很有梗，可以穿头贴呢，我会吓到哦。我一定会吓到，而且对西游库马布，你可以请那个别人帮你穿那个蟑螂装来找我。淘汰狼，傻傻分不清楚。淘汰狼，我的话还真的认得吗？对呀，爸爸都看过了，你躲不掉了。为什么会来玩猜猜我是谁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昨天上礼拜才换，哦，难怪我没有看过啊！有人在帮你转什么？上次在台南的路上有看到叔叔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们其实住得很近吗？还是没有住很近？反正随便谁都可以认出我来。哎，搞不好现在应该是有胡子的状态吧？三月生日的时候好像不太怕冷，三月有时候还蛮冷的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气候真的很奇怪，完全没有春天跟秋天了，就是都是天气都是冬天夏天这样在换。对，讨厌夏天，因为房间没冷气。是没有电费，还是说省电，还是没有装冷气？结果他竟然说出吃到了什么？妈妈太忧伤，妈妈太忧伤。我可是你只可打起起。皮，这个是什么？キキダンゴ，哦，キキダンゴ，桃太郎さん，桃太郎さん，おかしい。つけた聞きた
是这样子吗？谢谢李翔追踪 ，Hello 咪手手，咪手手，我也是超怕热的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怕热。我小时候应该是怕冷的吧？还好好像不是说北极，要不然我就吐槽了。对，我是说吃的，我也是有脑袋的，好吗？写错单单没关系啊，我看得懂啦 ，OK 的 ，Hello，OK 的。以前在看《西游记》，不是？那你们的电费是谁出的啊？吹那么冷，不会很贵吗？电费？我也在吹电费。哦，房间冷气是坏的，我觉得不行哎，非洲寒。夏天才有泳装单呢、啊，好，你们很期待是吗？我喜欢阿 K， 哦，我也喜欢阿 K 呀、啊，我也喜欢阿 K。我手机里的你的照片也是没谁了。安娜姐姐很多照片，安娜姐姐有这个。应该是泪肌吧？哦，对，这样。我也看到安娜姐姐的这个，对，可是没有韩寒的，没有韩寒的，好，没关系，不期待泳装，但比较期待我老婆，是哪一个老婆？日本老婆还是台湾老婆？不要记得那么清楚，很可爱呀、啊，她可爱的，可爱呢，瞬间截了两张图，哦，对，刚刚是有零一。跟零一的 pose， 还有这个，是这样吗？还有这个，零一的 pose， 下次拍一张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早葵姐姐。啊，早葵也要模仿一下，安娜姐姐也拍一下，好像穿泳装什么的，我可以穿连身，没有啦，哈。还提那个线，明明超可爱的威尔森，不可以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很可爱。还是威尔森也要拍一张？哦，我有看到那个北极星的 report 有威尔森呢。嗨，王子哥哥，王子哥哥，你比较喜欢叫王子哥哥还是王子哥哥？雷猴啊，雷海森。吗？好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我会好好学习粤语的。Hello， 画，刚刚双手比零一，这是零一的 pose， 零一的 pose 都很气质，还不可以穿。好了好了，好的好的，收到，谢谢。Hello， 画，努力的按罐头。嗨森，哦，我知道嗨森，我知道嗨森，我哦，好嗨森啊！我还知道，我还知道多姐，多姐，多姐，还有小公主，对，还有呢。好吧，好像大概我所知的。词汇量就这样子，对，你们可以慢慢的教我。对，期待泳装升血，穿泳装吗？应该还没有这么快啦。我也期待。迷妹团合照。哦，是那个吗？是我这样子看，是看摸摸还是看？还是看阿姐，好像是看阿姐，然后潘潘在一个很母汤的位置，是说那一张吗？还会，我不会游泳，你们知道我自由式会一直沉下去，超尴尬的。我就是游泳课，我都不喜欢上游泳课，对，我每次都没有下水，老师也没有说什么。之前游泳的时候，我只会。滑手加打水，我不会换气。我每次换气都是这样哦。我们假装这个是水面好了，我就会这样。
就沉下去了，很可怕哎！那泳池嘛，然后我就这样游，然后其实我蹬墙就是踢水滑手，我就可以游一半了，就游，然后我就，然后再下去，然后老师就会说：“你吸那么大口干嘛？你是要这样子转头，不是这样子。”然后我就好好。然后我下一次还是这样换气，因为我不会转头换气，对，这很困难呢，超难的。我每次都好像要溺水了，而且我只要抬头的话，我整个就会沉下去，真的很可怕。这个换气很有感觉，对，真的很可怕。可以叫海海游，哎，好像听爸爸讲过，你以前会游泳，对不对？很会运动。应该多练习，要习惯泳装的感觉。可是我通常都是穿连身的，不下水就永远不会游了。哦，国中的老师啊，就是那个没有在上课的那个理化老师，他说我们现在要好好珍惜别人帮我们上游泳课的时候，他现在都要自己去给人家付钱上课。对，溺水是换气法，对。我都会，然后就沉下去，然后老师都每次都说你在干嘛？没关系，好像掉到水里，我会陪你沉。啊，西奥库玛也不会游泳是吗？男同学上课有冲开海吗？没有，不要担心好不好？No problem, no problem, no problem, 没有问题，对，没有问题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这有文法吗？是不是毫无文法可言？可是我中间应该要加个蒙呆哦，还是蒙呆的，还是蒙呆 A， 还是蒙呆多？很难呢，介系词很难呢，是介系词吗？好像现在有可没有，现在没有。这个新学校的泳池没有，我救你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可是我会沉下去，我应该不好救。我觉得我溺水是那种会拉人家的那种，对。穿泳装真的毛巾挡起来，真的毛巾挡起来。看阿杰，我看阿杰的那个裙底，死哭水勉强接受。可是我的泳装其实还蛮豪华的，憨憨的，我会期待。但杰西的，杰西的也不错，好不好？而且他最近有长高，听到断断续续的，哦，听得到声音，王子听不到声音是吗？憨憨不能上游泳课，对，我不会游泳。王子说喜欢憨憨。为什么突然告白了？天哪！为什么突然说喜欢韩寒？因为王子最近都没有在弹贝斯了，都没有用那个韩寒琴，韩寒琴吗？贝斯是叫琴吗？韩寒贝斯都没有用韩喵贝斯弹那个什么歌了，对。杰星救小孩子抱着毛巾时代，来救我蒙呆奶，蒙呆奶。所以没有问题是蒙呆哦，来救我蒙呆奶，蒙呆奶是什么？他又长高，他不是说他长高 0.5 公分，豪华没有来就是有荷叶。荷叶边吗？是这样子讲吗？反正就是很小孩，在水里你比较轻啊，可是我比海很重就是。在水里哦，会浮上去对不对？我完全浮不上去耶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都沉下去，我真的每次上游泳课我都快溺水，然后偏偏又要教那个换气的。然后他每次都分初级班跟进阶班，我永远都在初级班，我永远去不了进阶班。每次进阶班在那边就是来回来回一直游，然后我们还在教那个那叫什么
就是我忘了那个叫什么，反正就是在泳池边，还要一直一直那个跳来跳去，下去上来换气的那个。对，我们就一直做那个，然后进阶班就一直游，一直游，一直游，然后游差不多趟之后就可以玩游戏，然后初阶班继续就继续换气。进阶班老师会担心哦，韵律呼吸，对，韵律呼吸，韵律呼吸要干嘛？嗯，就是浮桨，对啦，对，水母漂，水母漂好像可以。刚刚拿水手服的照片可拍拍，很可爱是吗？那个何的朋友要入坑了吗？我超激动的，嗨何的朋友你好，会考加油，嗨，嗨，好没事，笑死。小葵喜欢涵涵，我知道。好，没事。164，对，164。重音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蒙丹。哦，哪里？蒙丹哪里？来叫不蒙丹哪里？对，好。学了，对啊，没问题，就是没问题。我也喜欢涵，我知道安娜姐姐喜欢。我知道安娜姐姐喜欢涵涵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好，没事。我现在是想闹他，因为你问，哦，哦，そうですね，そうですね。他说喜欢涵涵，所以到底喜欢王子还是王姬？所以王子现在还在吗？啊，王子哥哥现在还在吗？还是其实他又网络又断掉了。泳げなくても問題ない。泳げなくても。泳げなくても問題ない。这样子吗？可以勉强教涵涵啊游泳啊，溺水我也能救。可是我是真的那种完全不会游泳哦，我只会这样子，然后就踢水，踢那个泳池，然后就是打水，然后到中间就会站起来了。对，有时候还拜托老师拿一个浮板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子游好像也很没有安全感，我就很想要一个浮板，然后老师就说不行，你要练习。可是真的很可怕耶，我真的觉得我会溺死。只是涵涵的可爱粉才没有喜欢，没有喜欢吗？不要违背自己的真心哦。你都带了这么多涵涵的那个应援，很多的应援物。我可以当你的浮板，不好吧？我是压浮板的那种，你会被我压到水里面。谢谢 AD 的玫瑰刚看好你哦。一直会游泳吗？好问题耶，好像也不太会，但是应该比我会。还是比较适合说原本的問題ありません。ありません。はい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你也可以一起到朋友入坑 ，Kate 就麻烦喽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Kate 会讲日文吗？我可以跟你说日文吗？我不喜欢涵涵，我比较爱涵涵。你吓到我喽！不管你要说我不喜欢涵涵，我比较爱一家。哇！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的声音很好，只是偶尔咳嗽而已。大家，我很好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等一下，啊，为什么？他会沾到。我不会沾到。会，他会沾到。大家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真的，我超好的，只是偶尔咳嗽而已。我已经好很多，我声音已经好很多了。耶、好，等一下，妈妈。
妈妈？不是，那个是姐姐。这个是今天的晚餐。贤惠的不是贤惠的荔枝，是贤惠的荔枝妈妈。这是不是不是泡面加番茄酱，是炒饭。炒饭了，我超喜欢吃妈咪炒的炒饭的。对，这是炒饭。对，等一下再吃，吃好少、哦，还好哦。这个是那个希罗库玛的碗碗，超喜欢的，有够可爱的。它还有这个 Hello My Old Friend， 我有一套的，我有它的碗跟它的盘子，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就买了。看你吃就很危险，好啦，等一下再吃。Wait， 谢谢。雪莉没多远一点，不会弄脏啦。荔枝妈妈阿布就，哦对，说到荔枝妈妈，我发现林果的那个神推是不是荔枝妈妈？不要姐姐一走就把学妹的话，要取荔枝不 ？No， 坚持啊，真的赚到，不会啦。OG 啥？OG 啥？拯救雪莉奴的例子。彩虹，还彩虹花，还有对，还有杯子，对，还有杯子。最近觉得荔枝好看，不行啦，安娜姐姐不行，不，你不能被莉莉抢走，那我会很 sad 的，对，我会很难过。不是荔枝妈妈，是本家妈妈，本家妈妈，哦，本家妈妈还是我妈妈是吗？是吗？鼓励超跑，哎，爹，你不要再推销了。以为粽子加辣椒加腌萝卜，不是腌萝卜，这个是玉米笋。最近减肥都吃很多花椰菜、烫青菜、玉米笋，然后配沙拉酱。对，小小的一碗白参，对。等等，真的要被骂？不会啦，改天去买个小恐龙的碗。那也要有卖，这个是在三十差元小创买的，现在应该还有卖。上面是玉米笋，对，玉米笋好吃，没救了。哈哈，我绝对不会被荔枝抢走。什么？觉得布丁有点可爱？我觉得不行，荔枝有鼓励又可爱，你们这样不行，你们这样就不行哦。通通都在韩寒的胎角，栗子很可爱。今天母汤哦，外生气，外俩公哦，外俩公是足恐怖的哦。你有看过无？无就无，无。定要推一下的，哼！你把我从栗子那，谢谢林哥的星之冠。你把我从荔枝那往不怪，我猜应该是因为泡芙的加持，是吗？是吗？我有收到哈，你的胸章和扇子。不会啦，目前不会，目前对。啊，对，王子还在吗？我也觉得荔枝好可爱，我知道魏尔森觉得荔枝很可爱，我知道啦，没有吃醋啦，我觉得没有吃醋，哈。我会被荔枝抢走 ？No， 不行，不行 ，No， 不行。你们太
来了，谢谢数字君罐罐轩轩的 kiss 啾啾 ，Hello Miso 刚不是来过吗？是姐姐出的，还是你们太坏了？你们都是坏人，完全不像没吃醋，没有吃醋，对，宣誓主权，我必须宣誓一下，毕竟你们都是韩国的子民，我怕你们被一些别国的诱惑、陷阱啊，就是迷惑。可以去握手或现场听韩文的台语。如果你要我讲的话，我是可以讲啊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梨子嘛，对，来呀。只是觉得有点可爱。你有忍住吗？你确定？吃醋就是要报警处理？没有，你们都去报丽丽啦。生气。阿潘的小萌音好可爱，阿潘的小萌音是什么？下次去荔枝台加韩啊，加韩。可是姐姐会不会说她？姐姐感觉不会吃醋哎，可恶！你不要一直讲，目前不会，不要怕，叔叔不要害怕，你只要照三餐买周边就不会了，我就不会怎样了。来呀、啊，抓狂一下！不行，我真的会很生气哦。谢谢富伟哥的 sweet candy。好的家伙，真的吗？这么阿莎里吗？好像吃最开，真的吗？谢谢安娜姐姐，你们叫安娜姐姐跟七二四七二站在我这边，其他全部都跑去莉莉坑，可你们全部都跳槽，哼，讨厌。荔枝壳，荔枝控，我知道了，应该没小恐龙。小恐龙的碗吗？可是我真的没有小恐龙的碗，看我是该买一组来吃，对，该买了，哦，该买一组回来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，对，我还没吃晚餐。沙拉酱对，是和风酱，我不喜欢吃凯撒酱，也不喜欢吃千岛酱。为什么 Kate 差点被姐姐吊走？你才刚刚犯上我，不行 ，No， 一直昨天叫我躺躺，罐罐，你们都是罐罐，我的罐罐。不行，不行，被抢走了！差点！好啦，我怕你们被抢走啊！布丁可爱，布丁可爱也不行，跟你们看不得呀！本家姐妹的粉丝赵珊珊吃土，我也留在韩国，萱萱也在韩国，萱萱没有跑去灵异国吗？好了，萱萱应该是还在。谢谢萱萱的扇扇，我有看到，很可爱，谢谢。还有网鸡狗狗的扇扇，扇子的粤语怎么讲？有点难哎，好吧，还是我 Google 一下好。背布袋，看布袋啊！不客气，萱萱在害羞吗？为什么我的身要被警察抓走？你的呱呱 ，Mina 可爱，爸爸你很坏，你都说 Mina 还是我的人，但我是安娜姐姐的人，耶、yeah。我找不到那个我之前翻译的东西。
我之前翻译找不到，一直有强大的鼓励。那我呢？我也想要跟你们鼓励。可恶，谁来带走安娜？不行，带走安娜姐姐。我找不到翻译的哎，我找不到。韩寒最强大的就是超级可爱，这不行啦，这不行，我需要发掘别的长处。对，安娜是我的人。我怕大家觉得我没有吃药药，我有吃药药哦，在这里。好，我只是要说这件事。你会吞药吗？我会吞，是你不会吞好吗？还在那边说。我有吃药药哦。你会一次全部吞下去吗？不会，我会一个一个吞。那你干嘛全部都拿在手上？因为我要给大家看。那这个你吞得下去吗？吞得下去。这你不用折一半，还是我帮你？不用，不要折一半，那很苦。可是这我吞不下去，我要折成四半。我真的有吃药、哦，我有吃药、哦，我有吃药、哦，我真的有吃药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好，你继续。好的。折一半会变苦，我有时候吞不下去，我还会把它咬开，然后再吞到我的。然后把胶囊打开，把粉。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嗨，谢谢，一直优秀。我也很优秀，好不好，臭爸爸？好，突然想到我跟栗子同辈，那是几月生的啊？我一次吞八粒，奶奶也都一次吞很多啊。你们一次吞库里就好了。你不要再刷存在好吗？十月，那比姐姐大吗？是吗？对不对？比姐姐大，大一个月。哦，鸡三，哦。哦，记记，星星你好好讲话、啊，什么叫做库里吞不下去 ？No， 什么？嗨，泰瓦哥，对啊，我正在吃药。皮尼呢？没有，我挂听啊，我挂听。什么是？妈的，怎么好难呢、哦？吞药十块。对，栗子每次都抢走我的关注度，直接刷存。剥开效果会变差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会先消化，它不会在该消化的地方消化。这个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吞不下。你们知道那个广告吗？不知道是哪个的广告，他就说我吞不下，然后小孩也我吞不下。韩寒照平常那样可爱，就是给人鼓励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要努力，还在休息呢。谢谢星星的星之冠。没关系，我敢吞药丸，是你才前不敢吞而已。No， you don't speak。不同源同。安娜姐姐没有同源同语法。韩韩强迫入韩国，韩韩国的我也准备好。韩韩国的国籍是属地和属人的原则哦。对。我准备好了，准备什么啊？哦耶，二十二哎，二十七，我赢了！哎 ，Lingo 居然是冠名哎！耶 ，Lingo 你丢多少丢到冠名啊？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！ Lingo 不知道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有抢红包了 ！Yes，Yes， 学历没 ？Yes，Yes。Yes， 开心。我想对你和你去唱，哎，这哪一首歌？哎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没有劝，你从来不知道。想你想你，也能成为嗜好。好，安娜有生命危险，安娜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会保护安娜姐姐的。谢谢叶兰的 sweet candy。我没有抢到。谢谢红包。
快点，按掉了。歌词小天后是不是我超会背歌词？谢谢叶兰的 Sweet Candy， 谢谢憨憨的星之冠，谢谢莉莉的枫叶，谢谢憨憨的星之冠，谢谢本丸梅子的 Sweet Candy。 哇，恭喜莉莉中十倍大奖，谢谢西拉库玛的啾啾你哦。你叫莉莉叫得很顺耶。我不能叫莉莉吗？你要唱当你了吗？对啊，我都抢大家红包丢给你。我今天会有鼻音，我可以试试看。谢谢西拉库玛的啾啾你哦。我们一起啊，啾啾你哦。我错过啾啾你哦了。谢谢阿伟伟的 kiss 啾啾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何文说他有事情，好的。何文要玩牌了吗？进入碧旅最开心的家，谢谢 Skyline 的啾啾你哦，谢谢。你的脸进去一点啊，不然那个。嗯，没事。谢谢贝特，谢谢你们的 Sweet Candy， 谢谢姐姐的红包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合唱当你？当你吗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。等一下，我才吞到第二颗药了，刚才裤子讲话。你不是很会吞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就是一边讲话。哦，是王心凌的歌哦。原来，姐姐还感冒，不要让她唱歌。我也一点点，被一点点。我是姐姐，都是可以。好，不要唱。好，不要唱。我不会唱这里。好，今天卸完，不知道会不会，搞不好会卸。哎，已经32分嘞，开学就要到了。这首歌我觉得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好像到七点开哦，到九，到现在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到现在没错，对，到8:30，因为我今天7点。好，不唱，不唱，我来三镜头。再去。李彩姐，你的睫毛好这么长。我睫毛超十个亿的，好不好？谢谢西西的肉。等一下，我的鼻子。谢谢西西的会员选票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对不起。当你喝可乐。让你喝可乐，没有啦，我喝雪碧，可乐太甜了。我也不喜欢喝可乐，我们换一首。没事，刚刚没事。之前喜欢这首歌，真的假的？李彩姐喜欢喝苹果西达。我要好难过、哦，可以给我喝你的水水吗？不行，我感冒。那个罐子，不要那个，很久了是吗？那个，对，很久。好难过、哦。好尴尬哦，讨厌。我记得上次那个帮那个肉肉跟。那个七七庆生的时候，本来有唱这首，超好听的。好，没事，把黑衣人打开吗？休息啊。你一直走。哈哈算了，不要唱歌。一直走是一颗宝石球。
对不起，我没有凶，一直凶我，我没有凶，对不起，我要哭啊！好好，预备好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一句话每个字都破音。我啊，我每个字都破音。哦，我今天运气很好哎，那我呢？啊，我输给你了。我第几名啊？啊，那姐姐怎么抢这么多？可错了，没有错，只是不可以喝我的饮料。我唱歌很难听哎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不行，你们就知道我感冒多容易破音了吧？我的那个我的 mini 控的时候真的是很硬钉。你的 mini 控有破音吗？啊，我小声一点。什么小声一点？一直我觊觎你那罐黑翼了很久了。那我握手会的时候送给人皮筋，送给你。星星，我要安室跟基德的。不要许愿，反正唱歌是小孩子唱歌的方式，好吧？谢谢人品君，我觉得不行。啊！Shake it 吗 ？Shake it， 可以 shake 吗？你敢吗？噔噔吗 ？Shake！I just wanna shake。I shake it out, I shake it out, shake it, shake it out。 你真的很敢哦。没事。你是不是又把你的枕头丢下去？不要，对不起。Baby shake。什么？要什么？Baby shake，我要红包。好，例子再次，我准备好了。Baby shake。Mommy shake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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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, Mommy shake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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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。 还是三，我马上就按了。有哦。No， 没有钱。谢谢 Eddie。 林一表示会一直抖。林一一直抖。谢谢 Eddie。 有看到瑞特。看到有瑞特，喷出来的饮料都不要倒在我的枕上，我超爱我的枕头的。哎，李小姐，你赶快关了，我要去看我们家肉了。好啦，雪莉妹快吐了。嗨，瑞特，不要一直咬我家的雪莉妹。我送你的。李小姐，你要关了没？我要去看我们家肉肉了。可是我想要血吃，可是我今天唱歌就很难听啊！我原本唱歌就很难听，怎么不吃饭？哦，饭吗？因为现在不好。你念完再吃啦。好啦，我要去找肉肉。再一包，再加一包，我准备好了，准备什么？好，准备什么？没事，没你的事，你不是要去找肉肉？哦，31耶，我第一名耶！哦吼，有。谢谢阿贵，我第一名，谢谢，感恩大家。请你把你的浪花贡献出来好吗？考虑。因为阿贵说，那个抢到红包的都要跟韩寒握手。我现在就可以握了。不行，你要来找我握手。我刚要刷礼物，可以不要刷一个措手不及吗？好难过，我没有抢到。谢谢叶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奇约的 Oh my God！ 现在大家都在发红包，我都抢不到红包啊！姐姐现在是病毒之手，谢谢大家。啊哈！你应该要专心只爱我，这样你就会强很多了。谢
六库玛准备不能乱弹。真不行吗？对我都没有。应该没有了吧？我离开喽，我离开喽，好，好，不要再发了，好，不要啊啊！我都抢不到，好，不要再发了，谢谢大家。等一下，我要发，你安静。你要发红包哦？是的，我要丢礼物了。哦。瑞婷都来抢红包的吼，瑞婷什么时候来？啊，不是，是瑞特，史瑞特，瑞特什么时候来的？不是红包啦，我要丢礼物而已啦，没有我的红包。快谢谢栗子的红包，抢到栗子的红包都要来问涵涵，这有什么关联？没有啊，抢到栗子红包都要来问栗子啊，我。瑞特五分钟前是吗？我都没有看到，你们怎么没有提醒我？哎，你要结束了没？好啦。好，栗子再一次，好，抢红包吗？还是发红包，请等我生日那一天哦。耶耶！我抢到了！我都发三个爱的券没有。我抢到了，终于呀！终于，谢谢大家，荔枝满布啦，可以握涵涵人品君，你可以来握涵涵，荔枝太多了啦，荔枝没了，握涵涵，恭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我们家的握涵涵，荔枝我们等下一次好吗？这就告诉你们，支持荔枝马上就可以支持，握手会可以下一次，那个。这就告诉你们，下手要快，先抢先赢。任品君，你为什么喊我最多？太配啦！谢谢任品君，谢谢。嗨，凯撒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帮我帮我宣传90/11的联合生日会啦。我现在要帮丽丽宣传90/11的生日会。丽丽，你讲得很顺哦，我是你姐哦。丽丽姐，好。莉莉姐呢说90/11生日会大家要去哟，对，大家要去哦，对，大家要去哦。你好，没有那个不是啊呢。如果没有去90/11生日会的，你们等着，等握手会来找我。你很烦。不要打我，好啦，就是反正是要去就对了，好，要去吼，要去，去一下，对，去一下。你好烦哦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真的吗？找回答回你填我吗？可以填涵涵。生日会有谁？有我、面面、云爵跟伯乐。黄玉你会来吗？你刚刚这个黄字是破音。你好烦，黄宇，你会来吗？涵涵念到就来一包。涵涵念念林果的那个，就会有一包红包块。林果，哦，真的，哎，我抽到13个，耶！为什么安娜姐姐都可以保持在前面？小葵爱你哦，小葵爱你。不行，小葵是我的，安娜姐姐是我，但是这是我的，耶、yeah。王子只去礼拜六的，还是王子有去礼拜天的？我厉害啊！你很烦、欸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为什么是那个丽？我不开心啊！抢到了都去田地散步啊！谢谢林果，我家裡奶奶谢谢。这个可爱的丽乐乐。林果，你怎么办法？你怎么有办法？还有装水摔，这样不行啊，不行。自己发，所以王子有去礼拜天吗？啊，那个王子狗狗是在前面旁边还是前面还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我没填你，为什么没填？猜不到你吧？好了，我赶快念吧，我要多播了。
好的，今天的第一名是 Skyline， 谢谢 Skyline， 我们恭贺新粉丝，谢谢 Skyline， 谢谢。第二名是希拉库玛，谢谢希拉库玛，谢谢希拉库玛，谢谢希拉库玛。好，第三名是阿 K 啦，谢谢阿 K 啦，谢谢。第四名是蓝平均小帅哥，谢谢蓝平均小帅哥，谢谢小帅哥。第五名是安娜姐姐，谢谢安娜姐姐，安娜姐姐今天收获很多浪花，有够羡慕的。第六名是月风明月，谢谢月风明月，谢谢。第七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，谢谢。第八名是早葵姐姐，谢谢早葵姐姐，谢谢，谢谢。第九名是 AB Fly， 谢谢 AB Fly， AB Fly 现在还在吗？第十名是我是爸爸，爸爸的头贴是，哦好是爸爸好，谢谢我是爸爸，谢谢爸爸，哈吉哈吉奖，哈吉哈吉奖。好，第十一名是萱萱，谢谢萱萱，多谢萱萱。好，第十二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李彩杰，你等下那个念完榜，赶快看一下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。好，谢西西。第十三名是于伟思，谢谢于伟思。伟威 ，Eddie， 你给我好好讲话。第十四名是七二十七儿，我还在，我不要以为我没看到。第十五名是林果果，谢谢林果果，谢谢林果。好的，结束。在讨论什么？谢谢林果的，我来签到。啊，刚刚有红包哦 ，so sad。谢谢谢谢的真情告白。没有 ，Eddie 都 Eddie 都默默的推别人了。我抢到了 ，Eddie 都默默那个转推别人了。谢谢红包。谢谢，感谢红包。男性不留言才是王道，桃花哥摄影都去别人家浪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桃花哥收了有点不想。礼拜五还要直播，然后礼拜六来看我的秘密汤小。快讲哦！嗨 ，Abby 回来 ，Abby 回来，我有看到你哦，在那个，我一直看到你耶，就在我旁边。一直要安静啊！求生欲望。什么？哎、欸，好想、啊。他的卫生，卫生，下班了吗？华哥跟我一样，我没有默默转推。对啊，丽丽超大声的。荔枝涵涵多可爱。哈，不行啦，涵涵而已。嗨 ，Kevin 先生，你好 ，Kevin 先生。没有啊 ，Eddie 刚才当着我的面，然后说人家很可爱。哦，结束。谢谢 Eddie。好啊，哥，你都去别的地方了。我也很开心哦 ，Skyline。礼拜五再见面。礼拜五，那个礼拜六会来吗？这礼拜六。不要再好，那桃花哥你不要浪啊。嗨，叔叔，他静静的看着你，装。B 为什么 SB 就想到卫生啊？一定是卫生的 SB 帽。谢谢泰隆的再见啥哟，起来的恭喜晚上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热烈讨论，你们热烈讨论我会很开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记得等一下去贴文下留言，跟 Mina 的那张合照的赶快留言，留言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叔叔说了两个字被逼掉了？因为他说怎么都在其他人讲话，礼拜天见，不要乱看别人哦。星期六去看韩跳，好的。小马哥在韩台都被施压，姐姐很怕。对，丽丽开始找粉丝算账，你不要这么凶嘛。我没有很凶。
你看下巴还要乖，对啊。生活不易，还被你牵扯上也很危险。Annie，Annie， 如果你乱看 ，Annie， 下次也可以看一下家里。对，但是主要还是看我啦，偶尔可以看一下家里这样子。这礼拜六我，我的粉丝都来看你，什么叫做偶尔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看你才偶尔。你很多了，你已经满布了。我坐上礼拜林果的位置，这礼拜我会再去。Eddie， 在自己旁边嘛，等下去留言。好的，谢谢萱萱。人品就留言哦。最好没有看你哈。人品就你不能这样讲，我这么爱你，你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看到你了，有人品，就我有看到你。好吵，对呀，好吵哦，你太吵了啦！丽丽好吵，那晚上是什么？是炒饭跟我好难过，玉米笋。炒饭跟玉米笋是妈妈做的。我好难过，玻璃心碎了。嗨 ，Abby 回来 ，Abby 回来在上班吗？在偷看直播吗？没有，那平均还没有回答我吗？没关系，丽子都不看我。那任平均你下次也要来看我啦。我好偶像要跟好粉丝分享，对，快点推广韩寒，快点，陈瑞会比较轻松。好的，星期六见 ，Skyline， 星期六见。好的，我躲在仓库偷看，辛苦了。那 Abby Fly 觉得我表现的怎么样？我转过去都要看到你。你好可爱，嘻嘻，那我嘞？换地方看了。这边演唱会看我呀？这很难的问题嘛，这是很简单。你才不能常看，为什么安娜姐姐？哦，安娜姐姐，安娜姐姐的心要被你抓走了。嘻嘻，你给我好好啊恭维哦，不然就完蛋。人品君，我握手会会好好看你的。大概比例只多三票，为什么？好的，我们休六的是休六。我说实话。位置就不好，是在后面吗？我说实话，西西，我不要理你了，因为丽子要我问韩寒了。好了好了，人平均，大概比丽子多，是真的假的？谢谢人平均，谢谢。耶、yeah ！谁啊？丽子真的很吊，阿贵，唔通安尼啦，哦。还辛苦了，是我握太没有太多，不嫌多好吗？我永远不嫌多，对。为什么涵涵不甜蜜？爸爸穿水手哦，不要上班是吗？真的吗？这现场真的很棒，我也很棒吧？嘻嘻，你好啊，喝完你好，算了算了，我也很棒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其实要谢谢塔瓦哥。谢谢塔瓦哥，为什么会见？为什么会见？不能看。我不删。不会啦，一定可以看，一定很可爱。哦，你可以穿水手服，你们穿水手服，我也穿水手服。叫粉丝穿水手服，对。对啊，你们都穿水手服来啦。感谢塔瓦哦，谢谢塔瓦哥，塔瓦哥是不是给很多人握我？谢谢塔瓦哥。谢谢，感谢塔瓦哥，我也很棒啊，我也很棒吧？那我穿女，哎，先生，你真的要穿女服装吗？我可以稍微寻找一下我的女服装。好，抱歉，再见了，穿谁说？自己没穿。塔瓦哥，你这次要穿水手服啊？那姐姐不是要穿水手服？我飞不了两次台湾呢、啊，海军那种，不是你们要穿裙子的水手服，一直粉丝穿水手服画面也太美。嗨，小杰，怎么说？安娜姐姐没有吗？我很期待的说。
天哪，老师音乐停下，不要拖我的水手。哎，爸爸你不行，我要挖坑给塔瓦哥跳。OK OK， 那个小困难，你不要笑前屁的那个很可以。不好，月光星星，月光星星，我知道。这次握手会粉丝好像很有看头，什么抱歉怎么了？上面还有，当然要生日卡啦。我送马尾水手服吗？Eddie， 你也要穿水手服哦，然后还要含着那个酸梅片，不要坚决拒绝。握手会不能带卡片哟，不过你可以寄到公司，对，可以寄到公司哦。好了，没有啦，西西，我也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Eddie， 我期待你的那个水手服哦。我帮小雪配的，对，没错。那拖去你。你们姐妹赶快劝说安娜姐姐穿水手服，今天赶快要穿啊，原品就要穿什么，小帅哥要穿什么，我期待大家的水手服认证，还要穿小恐龙，可是其实我真的没有水手服。Andy， 你在浪啊，你在浪啊，不要偷，对，不要偷我的水手服，刚刚细细点的，对，BGM 会，握手会那天看水手服就知道是谁。你们真的要穿水手服吗？到底刚刚发生什么？刚刚看到吓到。哎，西奥库玛什么看到吓到？哦哦哦，我知道了。穿衬衫。哦，这个阿酱很可爱。这手几乎都是阿酱。没听过，林采洁九点了。好了好了，要关了要关了。还要连佩君水手服穿过不考虑是吗？最后的笑容。是这个吗？啊、好难转哦，是这个吗？是最后的笑脸，阿蒋最后的笑脸，还是还有在更后面？没有啊，就是刚刚那个。好好，我差不多要关播了，谢谢大家。小库玛很开心。小库玛不行。可爱ですね。笑脸。为什么口型我有吗？哎、欸，好好，我们一起唱那个《西西之歌》。哦，好啊，来，五六七八，你看哪里有西西哟、哦？你看哪里有西西哟、哦？西西哟，西西。哈哈哈哈哈！西西西西哟，你看哪里有西西哟？你看哪里有西西哟？西西，西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。好的，好，推荐穿什么？我推荐水手服。这样，我拿扇子给你。好。这首歌旋律真的棒。等一下啊。对，荔枝在推安定加播。你看那个地方，好，这次要穿什么？还在想啊，我的额头。来。哎，为什么是你？我要用这一面。不行，我要这面。五六七，又加了三十分，因为我眼神看不到啊。好，对不起。五六七，喂，等一下。来的，嗨，五六七八，你看哪里有西西哦？你看哪里有西西哦？西西，西西，没事。谢谢哟，好的，结束，我们结束了短暂的演奏。谢谢把耳机，为什么？难得，没有。
红线上面，生命勾在红线上面，然后要把耳机拔掉，跟大家分享。懂了懂了，水手伯伯为什么让平均穿一定很可爱？星星之歌还有拜拜版的，拜拜版的是什么？不要给我拿扇子，嘻嘻，扇子是本体的嘻嘻。对，拔耳机。好，嘻嘻，拜拜，是吗？哎，拜拜拜。哦哦，嘻嘻，拜拜，是这个吗？应该。再次再次。一五六七八，你看那里有嘻嘻哦，你看那里有嘻嘻哦，嘻嘻，嘻嘻，哎，拜拜啊，再次，你看那里有嘻嘻哦，你看那里有嘻嘻哦，嘻嘻，嘻嘻，拜拜，嘻嘻嘻嘻哦，好，结束，好的，我要干播了，把这边改成拜拜。好的，年终内容还 NG， 对 NG， 好的，大家拜拜，在马路大声播，在咖啡店拔耳机，全在水线都会唱，好的，唱拜拜版比较水线的，拜拜，西西不要生气哦，西西拜拜，西西麦生气哦。拜拜，おやすみ。臭韩韩，臭栗子姑奶奶，臭栗子姑奶奶。拜拜，我也想拜拜。那王子还是没有来，啊，有太刚有来，所以我也想得心之冠。大将之风。好的，孩子差不多了。大将之风，那种很厉害的不就那个什么诸葛孔明，他不是都会散散之后慢慢散，好像很聪明一样。好，没事。炒饭两人对，嗨，杨子，杨子你好啊，还好。为什么要对杨子说粤语？Hello， 杨子，杨子会来找握手，对不对？听说西西都念你一张，对不对？还是要不握不止一张？好哦，莉莉病毒，荔枝兴奋过头，后面那位应该没什么事啦，应该。荔枝少讲话。好，我不讲话了。对，我也深爱你。没有，我也是爱你。我也是爱你、啊。没有，我也是爱累积。我也是爱累积。没有，我也是最爱累积。然后我也是爱你，然后我也是才爱我。嘻嘻，抖内我一张。好好好哦，真的、哦。我会好好休息，我会好好休息。然后杨子本来就有要握我是吗？还有要握谁呀、啊？杨子还有握谁？荔枝观念正确 ？No No No， 我觉得不行。啊，你干嘛？没有，我没有干嘛，西西，我没有吃醋、哦。嗨 ，Abby 回来，期待握手会见到丽子、哦。期待见到你们哦。我最爱憨憨，哎，不小心把丽丽弄掉。嘿，丽丽回来了，在这里问要握谁，怎么有点尴尬？还好吧，我想要打听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样会结束不了，赶快说拜拜。好，好了，大家拜拜。只能把韩寒的樟树摊开来看，是什么意思？摊开来看是什么意思？嗨，建成，现在见到韩寒，哎，真的，好，谢谢爸爸，爸爸偶尔才讲好话哈。我两个都是最爱，好啦，萱萱，我懂，一直礼拜天见喽。拜拜，就是好截图给我看，好的，拜拜啊，什么爱小弟，好了，爱小弟好，可以，好，拜拜，求涵涵庇护，不行，拜拜，礼拜六见，大家礼拜天见，拜拜，啊，礼拜五先见，爱你。
记得留言哦，贴文记得留言。好，拜拜。安定加播半个小时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你只是告诉我杨子是我谁？我看一下。西西，哦哦哦，西西呀，西西，西西刚刚说什么？哦哦，艾薇上方法跟林姐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用心想涵涵，好，拜拜，还会用力想涵涵，好啦好啦，拜拜。其实我会庇护你的，拜拜。学坡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的确会想起，的确会想涵，好的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记得想我哦，拜拜。